擦枪走火，我的思绪熬出魂，豁然的开阔，逃开命运宰割，披荆斩棘，踏出战歌，向着逆光的方向求索，撕开冠冕，瘫痪交锋，驱闪电拔动耀战火，我命要我称王败寇，不过就此一搏，决斗燃烧喧嚣的烈火，我主宰着逆风对决，邪魅狂暴的时刻，都挥着拳头挥向铁索，仍面不改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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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分家垃圾竟也配来参加组比，你的元丹已经被暂时封印，认输吧。你这个分家的臭丫头。 Baby 烈焰掌啊！你这小辈究竟是何人？盐城林家，林动。林狼天，滚下来！这一年时间，你既能从造气境提升至半步造化境，倒确实让我有些意外。你那盲目的自信，让你产生了能够挑战我的幻觉。哼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造化境大成？不，那家伙还未突破至大成的境界。可是，这压迫感比那藤叉可强太多了。好的减弱，
竟能和琳琅天大哥抗衡，这怎么可能？急什么？琳琅天大哥还未使出全力呢。琅天还真是遇上对手了。那是造化武学。那是什么武学啊？竟然是造化武学。琳琅天果然厉害呀。林动恐怕是危险了。那是我林氏宗族的阵族绝学。琳琅天大哥这是要下死手啊。大天王衣，大地雷体，紫银九破，大荒分海印。哇，这两人的战斗太恐怖了吧！什么？这小子，分家小子居然还会使用精神力。去，林动的精神力竟已达到了高级灵符师的境界。没想到琅天反倒是被林动给压制住了。不好对付，元精之力。你这蝼蚁的实力的确让我有些出乎意料，不过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八荒地手，那便是他从远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。大荒求天指，单指灭生灵，八荒地手。你们若是再这么打下去，恐怕这林城都要被你们毁了。那是涅槃境。两位的比试就此打住吧。是，族长。族长，那位小辈，来。是。小辈，你是哪一支分家的呀？盐城林家，林动。想不到仅靠着分家的资源你竟能有如此实力。
着实是不易啊。郎天在，我看林动能和你战得不相上下，以他的实力应该足以成为本次组比的冠军吧。既然族长已有定夺，郎天遵命便是。好，那郎天就先行告退了。林动，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来吧，林动。是。承蒙诸位捧场，我林凡在此代表林氏宗族感谢大家的参与。族比的举办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天才脱颖而出，无论是宗族或是分家，只要有实力就能在这里证明自己。本届族比便诞生了一位新的天才，盐城林家林动。动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多少年了，我们的愿望终于成真了。我就知道哥哥他一定会成功的。终于成功走到这一步了，接下来族长，林动来了。见过族长。好，好，不必多礼。林木长老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林动，恭喜你获得此次族比的冠军。之后你也算我宗族的一份子了。多谢族长。你觉得林氏宗族如何？这林氏宗族贵为大炎王朝的四大宗族之一，自然是实力强大。那在大炎王朝之外呢？大炎王朝之外不清楚。在大炎王朝之外，林氏宗族可上不了什么台面。怎么会？族长，您可是涅槃境强者。涅槃境又算得了什么？林动，想不想去见识一下大炎王朝之外的世界？大炎王朝之外的世界？你可知道百朝大战？百朝大战？等你拥有百朝之战的资格再说吧。怎么，你知道？啊，晚辈也只是略有耳闻，还请族长明说。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名为玄域，分为东南西北四州，我们大炎王朝便是处于东玄州之中。东玄州地域极为辽阔，其间有无数王朝，我们大炎王朝只是沧海一粟罢了。这百朝大战之中选拔出的天才人物参加的战争，堪称史诗级的比试。那这百朝大战究竟是谁组织的？目的为何呢？是东玄州真正的霸主，那些强大到你无法想象的超级宗派。超级宗派？与那些超级宗派相比，任何势力都不值得一提，他们可以在转瞬间覆灭一个王朝。林青竹，难道便是超级宗派的门人？当然，这些超级宗派也需要吸收新鲜血液，而百朝大战便是为了让他们选拔可造之才。所以，若是能在百朝大战中脱颖而出，就能进入超级宗派，对吗？不错，若你真能进入超级宗派，到时候整个大炎王朝都将受到你的庇护。什么？一个人就能庇护一个王朝？林动啊，你知道为何我们林氏能够屹立于大炎王朝而不倒吗？那是因为200年前我们林氏的一位先祖通过百朝大战被一个超级宗派收纳，
所得到的赏赐一直让我们林氏在大燕王朝强势到了今天。200年前。哎，可惜啊，自那以后我林氏便开始固步自封，再也无人有此殊荣。如何，有兴趣去百朝大战一试身手吗？我参加。好。那何时开始呢？1个月后，大燕王朝会举办种子选拔赛，来决出代表大燕王朝参加百朝大战的人选。到时，你与郎天一同参加。什么？我和林郎天一起？你二人都是我林氏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这是为了我们林氏家族，更是为了大燕王朝。个人恩怨是小，家族荣誉才是大嘛。希望你们能够放下芥蒂，参加百朝大战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最近你便好生修炼。另外，作为族比的冠军，明日你便去宗族族葬，看看是否能寻得趁手的灵宝。多谢族长，那晚辈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那便是林氏宗族的族葬所在吗？不错，族葬是我林氏宗族的禁地，只有在宗族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，才能有资格进入其中寻宝。林木长老，那族葬之中都存放着什么样的灵宝？族葬之中灵气法宝繁多，其中还有一些强大的地级灵宝。地级灵宝。不过那些强大的灵宝都有着灵性，能否得到还得看你的机缘。另外，族葬之中的天地元力极为充沛，你也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提升修为。晚辈明白。林木长老，有劳林智长老打开族葬大门吧。是。去吧。多谢林木长老。小辈且慢，我来给你说明族葬的规矩。进入族葬的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，出来时最多只能取走一件灵宝，否则族葬内的法印将会发动，到时你可就小命不保了，明白吗？多谢提醒。请吧。这等规模的族葬，难怪林氏宗族可以在大燕王朝之中称霸一方。我看这里大多都是些没用的垃圾，想当年雕爷可是见过。我们走，小子，放开！雕爷还想会走？什么人，胆敢闯入宗族禁地？林征长老，林智，许久未见了，看来你还挺适合在这里的嘛。难道林征长老就是特意来取笑在下的？我是来给你提供一个回长老会的机会。你是要我做什么？
一件小事而已。小雕，真有你的，这已经是发现的第三件地级灵宝了。哎，为了找这等货色，简直是浪费雕爷的鼻子。嗯，这面盾也是不错，还有先前的那把长枪和灵甲。嗯，该选哪件呢？若是都能拿走就好了。哎，这几样都差不多，随便选一件便是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子，你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？我什么都没碰，怎么可能触发机关？中到底如何了？真言被毁，现在族藏内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。将族藏大门打开！那小子竟敢破坏族藏法阵，正好可以将他拿下。要去你自己去吧，那法阵至少要涅槃境的强者才能够将其摧毁，想必那分家小子绝非一般人，我可不想进去送死。待那小子出来之后，再问罪责也不迟。今日就先放他一马。回来。嗯？怎么了，小子？我先前发动的精神力，感应到一种异常的波动从那里发出。就是这个。嗯，这看起来就是件普通的摆设吧。这小东西这么沉。小子，你先前不是用精神力感应到其中的波动吗？嗯，没有用。那原力是什么？奇怪，难道要用元精神力？
这东西好像变大了。啊！哎，小子，快停下！得赶紧让那东西停下来，不然会毁掉整座族藏的。只有种下鲜血烙印，那林宝才会听你的命令。烙印，看来这绝非寻常的地级灵宝。小子，启动十夫之力试试。好。显然已经凝聚出了灵智。众玉峰，收！变得好轻巧呀！只有你这个主人才会觉得它轻巧。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，恐怕也难以撼动这众玉峰。既然灵宝已到手，接下来便借助此地的原力进行修炼吧。啊！林木长老，想不到一个月时间你已是突破至造化境小城了。不错，多谢林木长老的提醒。这族藏之中的天地元力极为雄厚，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。好好啊，那可有寻得趁手的灵宝？林木长老请看。哦，居然是众玉峰。啊，您知道这灵宝？族藏之中，这众玉峰从未有人能将其拿起。哎，可能是小子与这灵宝有缘吧。再过几日便要出发去皇城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吗？啊，我想趁这段时间和家里人聚聚。啊，那快去吧。哥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青檀，我正要去见爹和爷爷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盐城？在这里都快无聊死了。青檀，我就不跟你们回盐城了。什么？我已经答应临时族长，要争取参加百朝大战的资格。百朝大战？我想去见识一下大炎王朝之外的世界。为什么呀，哥哥？如今你已是族比的冠军，也帮我们家重回了宗族，何必再去参与这种争斗呢？我要变得更强。哥哥，你已经很强了，我们一起回盐城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不好吗？不，我还是不够强大，而且我需要兑现一个承诺。承诺？那你这次要去多久？又是两年吗？这我也不清楚。这样吧，哥哥，你带上我，我们一起去大炎王朝之外闯荡，怎么样？青檀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外面的世界必然是危险重重，万一……我看
你就是不想带我去。青檀，哥哥，看来你还是把我当作累赘。哎，诸位，此次我林氏宗族将有两位天才级的人物参加种子赛，林琅天、林动。啊，林琅天大哥，林动，加油！嗯，林氏宗族就看你们二人了，加油！林氏宗族在上，愿他们二人都能进入百朝之战，光耀我林氏宗族！光耀林氏！光耀林氏！好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是。冬儿，好好表现。去吧，冬儿。加油，林动！加油，林动！爹，青檀呢？这丫头估计还在闹脾气吧。爹，爷爷，我走了。放心吧，冬儿。放心吧，冬儿，去吧。爹，爷爷，保重。青檀姑娘，可以走了吗？想要的拥有，你给的。